两分钟不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na。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？明明记得锁了门，门却没有锁。明明经历过相同事情，大家记得的却不一样。明明这件事情就发生过，为什么却只有自己记得呢？难道是因为时间是乘客文化生理反应的思想转移，操控时间的旋律？这段时间我不断利用这种能量，只是趁胜忘忧，阻止地球灭亡。但也因为换成了人，之前一次力量记忆就会产生破碎，才会发生这种我记得跟别人记得的都不一样的事情吗？这个记得没发生过事情的现象，不是因为你得了中二病，而是发生了假记忆，一个无时无刻发生在我们脑中的正常现象。记忆并不是将完整的影像存放在大脑的特定位置，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就好，而是将重点片段透过复杂的神经网络串联在大脑各处。每次回想的时候，脑神经们就会根据主人给的线索去寻找片段，并将它们组合起来。找不到的部分就会依据当时的想法、经历、外在资讯或是内心渴望等多个因素合理的补足。哒哒，新的旧记忆就完成咯。即便是你这辈子永生难忘的记忆，也会经历相同的过程。一项针对九一事件目击者的研究发现，在事发一年后，多数人都可以信心满满地描述当时的经历，但却只有60%与当初描述是相同的哦。虽然假记忆在平常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但也有严重的时候。在世界各地，有无数起冤狱案件，只因为目击者历历在目的证词而被定罪。即便是与加害者近距离接触的受害者，也可能因为记错发型、肤色、服装，甚至是性别而指控错人，酿成冤狱者与亲友们长达10年、20年，甚至一辈子的痛苦。所以，当你遇到争议时，别全然的相信自己或他人的记忆，适时的使用实体证据辅助，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哦。当然，也别因此恐惧多年的过去都是大脑编造的谎言。我们虽然不擅长记住细节，但事件的主体还是可以记得长长久久的。你有发现假记忆的经验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，或是将这部影片分享给老是觉得自己没有记错的朋友们，提醒他们退一步才会海阔天空。两分钟胡说，我们有缘再会咯，拜拜。